那个时候，一个人在一个偏僻荒野的山里面，主要就是看净土方面的书籍，还有当然就是念佛。那个时候有机缘看到了翻译日本净土宗法然上人那一方面的书，这一些书有提到善导大师的事迹跟法语，一看到之后也非常的震撼，可说眼目一新。是什么法语呢？看到善导大师所写的阿弥陀佛第十八愿就根本愿的解释的法语，那法语说：若我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生，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彼佛今现，在世成佛，当知本事，众愿不虚。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就是这一首法语。它总共呢是上下两段，总共呢是48个字。这一首法语也叫做愿成事，愿是阿弥陀的根本愿，就第十八愿。成就成就，也就是因地所发的第十八愿的内容，以及果地成正觉成佛之后的功能利用的解释。善导大师用很白话的，就直白啊，很浅显的，所谓浅而不深啊，易而不染，明而不昧的，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啊。其中后面那两句众生称念必得往生，看了啊很震撼，眼目一新，但呢当下也在讶异怀疑，所以也跟同参道友互相讨论。讨论什么呢？哎呀，众生称念必得往生，众生当然有出家在家，有修行久的啊，老参跟初修，那四种工商还有心境种种的不一样，怎么说众生啊，没有分别的众生称念这句那么阿弥陀佛必得往生，这个必是必定的，100%的啊，是毫无模棱两可的，很坚确的，很明朗的说只要称念就必得往生。那个时候就互相讨论了，真的是这样吗？那这样往生那不算困难啊，算是容易啊。啊，那怎么阿弥陀经里面说要一心不乱，要达到功夫上禅定上的一心不乱啊，同时临终的时候还要心不颠倒，这一些条件都是很高的，高标准的，是不容易的。
怎么善导大师，他呢古来被尊称是弥陀化身，是光明和尚，一身符号一道光明道，他做这样的解释都不可能打妄语的，不可能违背经论的。可是他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无模棱，一点都没有两可的，说众生称念必得往生。那前面说，因为彼佛现在已经成佛，所以他的本事、因本本地所发的深重的誓愿已经完成了，一点不虚假了，所以念佛等于契应的他的愿，合乎他的愿。念佛本身就是在依靠他的愿，佛愿、佛力、功德力，好像念佛本身就乘上他的大愿船。因此呢，只要众生称念必得往生，乃至呢下至十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那么在查善导大师的著作，类似这样的法语非常的多，琳琅满目。可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很压抑，很压抑，同时呢也觉得这个教理值得，也必须去深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所看的有关净土的书籍都是一般的、一般性的啊。那个时候佛教的出版物不多，有关净土方面的书籍有一位毛灵云老居士受台北松山寺道安长老的嘱咐，编了一部净土丛书，把自古以来有关净土的都收集，然后影印，然后装订成册，但是看的人不多，同时是影印的古版的，没有现在的分段标点的，也没有人在弘扬解释的。在净土丛书里面当然也收集有善导大师五部九简的著作，但是几乎那个时候有人知道光明和尚善导大师这个人物，可是不晓得他有什么著作，他的著作对净土法门来讲有什么重要性，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我看到的这一些法语啊，看到这一些翻译作品，晓得善导大师这一些著作，这个法脉在我们中国内地是从唐朝末年就已经是失传了，一直不存在，书籍不存在，导致北宋啊、元明清的学佛者、净土行者，不管自己著作、讲演、学习，都没有碰到善导大师这一个法脉。所谓善导大师这一个法脉，就是善导大师的五部九卷的著作，以及他的师父道绰大师的安乐集、谭纶大师的往生论著啊，还有易行品这一个法脉的著作是失传的。可是呢在日本他没有失传，他却是呢以这个为教理基础去开展净土法门，大力的弘扬有关善导大师这一个法脉的著作非常的多，而且
在那里他们有创办大学，就是净土宗，日本的净土宗创办佛教大学，真宗创办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同蓬大学、大正大学。那个时候我想，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必须到日本一趟，因为在台湾没有这个法门的红传。同时看起来净土善导大师的教理才是纯正的净土的教理，给我们当生获得安心，同时也才想觉得唯有这样的讲法才合乎阿弥陀佛的愿，合乎佛的出世本怀。不论从气理来讲，从契机来讲，都是很吻合的。那么我现在是出家人，没有家累，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职务包袱，我假若不能到日本，有谁能够去呢？那个时候想到玄奘大师为了到印度取经啊，他呢，他说宁向西一步死，不向东一步生，经过800里的河沙，上看不到一只飞鸟，下看不到一根青草，这样他宁可死啊，以最宝贵的生命要换取前往印度取经，这样的艰难他都立下金刚不坏的心愿。所谓人有诚心，佛有感应，人有善愿，天必从之。终于玄奘大师取经回来了，才有现在佛教壮大的荣景。那那个时候有一本法然上人的漫画是日文的，那漫画所画的很优美啊，但是日文我看不懂，我就请我爸爸翻译给我听。我爸爸是受日文教育的，他一方面看一方面就翻译讲给我听。当听到说法然上人他呢大概是9岁出家，是在他们故乡附近出家，那13岁还是15岁啊，就立志要到京都比瑞山去学法。那从家乡到京都的比瑞山当然是走路的啦啊，那一走的话很长的时间，可能几个月。那他的母亲就伤心流泪的挽留他说，在我们家乡也是寺院，也是道场，也是可以学法弘扬的，倒也不一定要到那么远的京都，而且高山比瑞山去。他的母亲就这样的挽留啊。那法然上人他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就启发了我。他说要当一个伟大的和尚必须走遥远的路途啊。那我想我将来假设要当一个伟大的和尚也必须走遥远的路途，那么到日本不用走路，坐飞机顶多2.5个钟头就到了。那我当然不能跟法然上人比，我不是一个再怎么样锻炼都不是一个伟大的和尚。不过呢，往日本了解真如这一个法门，倒是我一个很深定的期盼的一个愿，我是非去不可的。那么终于啊，也可以说是在弥陀的安排之下，
就自自然然的很快的很顺利的就到了日本，而且住的地方呢很舒适，很空旷，很自由，而且非常非常的便宜啊，比我在台湾住的消费呢还要低得很多啊，因为住的疗房啊也宽敞，那所有里面的费用呢，那个时候78年啊，日币就是5500块，那个时候合台币就不到2000块啊，所以我就在那里，哎，前前后后就4年多，啊，就这样呢，陆陆续续把我的心得还有随时翻译的这一些东西呢，就跟有缘的人分享，啊，那有缘的人呢，觉得这样影印装订不方便啊，干脆就出书吧。因此，回到台湾来，不知不觉就一本一本的出，一本一本的结缘，嗯，一直到现在，啊，这是我学这个法门的过程。那个时候学净土所看的书都一般性的，没有善导大师这一系列的这个著作的。接触了善导大师的教法，深入之后，才晓得以前所学的天台的净土、华严的净土、禅的净土，都掺杂的净土，不是纯粹的净土，不是以纯粹净土的经论解释净土的教理，不是以净土的教理解释净土的经论。因为自从唐朝末年到现在，学习净土法门的人各宗各派都有，尤其是天台宗，那么他们解释净土的经论，讲解净土的教理，都是以他们各宗各派的教理来解释的，那这样当然不纯粹了。净土宗也有一个特色，它的特色用一个字来讲的话，就是易，容易的易。龙树菩萨有写一本书叫做《毗婆沙论》啊，里面有一篇易行品，易行品是专门在讲念佛必定往生、念佛必定成就的，而易行品里面的核心就是阿弥陀佛的第18愿。龙树菩萨以阿弥陀佛的第18愿为核心而写下的易行品，同时也在这一品当中把整个浩瀚广博的佛教教理判教分判为两门，就是易行道跟难行道。所谓易行道就是净土法门，所谓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的第18愿的念佛往生的法门，而念佛必定往生，因为念佛容易，因为念佛就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如同坐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船。那么除了这一个法门之外的呢，都是难行道，不是容易的，是困难的。有什么困难啊？那容易有什么容易？在易行品一开始就很明确的点出来了，同时用一种譬喻说，其他的任何法门，它呢好像走路啊，它的本质是苦啊。那念佛的法门，它呢好像坐船，它的本质就是乐，安乐啊。那龙树菩萨就说，
同样都是佛教佛法，同样都是菩萨道啊，但是就有这两门的不同。那么异行道的念佛是异行即至阿毗跋致，很容易很快速达到不退转，同时不讲求任何的条件啊，要出家啦，根基锐利啦，深入苦修啦，一生不变啦，这辈子没完成，下辈子必须能够当人，能够遇到佛法，又能够出家，又能够继续前辈子一样的法去相续不断的修啊。不是讲那样的，是讲今生今世就能够易行啊，容易做，而且极致极就快速的达到，达到什么境界呢？不退转。同时这个不退转是不需要断除烦恼的，也不需要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才能得到的，是在今生今世就能够得到的，拥有这个身份的，预先获得的。所以他讲得啊，不是证，证的话必须开悟断除烦恼，进入那个境界，身心与他合一，那算证。但是这个法门不用，所以说不断烦恼得涅槃啊，烦恼没断，原原样样，原原本本，还是贪嗔痴妄想杂念，有烦恼的凡夫，可是已经获得了啊，在今生今世预先获得了涅槃的身份，好像一个小孩子呱呱落地了啊，他呢也还没有成长，还没有学问，还没有树立功勋，可是呢一旦他被封为太子的话，那么他当下已经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了。那论他的才能、知识、学问，还有建功，为国家的建功立德，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可是呢，他的身份就是国王的身份，因为一旦国王退位或驾崩，他就要当国王的。这个叫做不断涅槃，不断烦恼得涅槃的这一种比喻。那么才晓得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就是义。那内容呢，我有写出净土中的特色，就本愿称名，凡夫入报，平生业成，现生不退啊。那么这一些教理都是有根有本的，这个根本也必须来自佛说的。所谓离佛一字变陀摩说，佛教佛法都不可以离开经典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所以都是有个根据的。那么接触了善导大师的法脉，才晓得善导大师就是净土宗的开宗祖师，教理净土宗的教理是到了善导大师啊才圆满呈现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净土教理，修学净土法门，必须要了解
善导大师这一法脉的这个著作，它呢是最纯粹的，也可以说呢是最正确的。那么有关善导大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往往从一个人的人格啦，或境界啦，来看他所讲的啊，往往有人格或某种境界，那么他所讲的呢，也会相对的比较有权威啊。当然，这个是未必然的。有的境界很高，但所讲的不一定呢是可靠。如果境界很高，所讲的都是真理的话，那其他宗教都是真理啦。因为其他宗教的教主都有他很崇高的人格跟境界所展现出来的普世的那个魅力啊。但检讨来讲，几个宗教当中还是佛教讲的合乎人生宇宙的真理。那有关善导大师他是怎么样的人物，我有编他的事迹啊，一段一段的，叫做善导大师略传。这个略传有在善导大师全集里面啊。那么今天呢没有让大家带来，不过有分发给大家这个随身书《善导大师略传》。这个略传里面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典故啊，总共有四十几段。那么在这里呢就简要的引用几段来跟大家探讨。首先请大家翻开第十九页，第十九页第十一段啊，一声佛号一道光明，有看到哈？我来念一遍：大师念佛之精致，达到口念阿弥陀佛一声，即有一道光明从其口出，百声千声光出亦然，所以后世或称中览大师，因住中南山故；或称光明和尚，因口出光明故。好，那个时代的人尊称善导大师是光明和尚，因为善导大师念一声佛号，口中就有一道光明，声声佛号就声声光明，一声一声的佛号就有一道一道的光明，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家尊称他为光明和尚。那这也证明善导大师三昧功深，三昧就是定的功夫啊，甚至也可以推测是佛菩萨的示现。其实人的身体都有光明，不只是人，任何的动物植物也都有光明，明的光、黑的光、强的光、弱的光，光大光小是什么颜色，因人而异。起善念
放明亮的光，起恶念所放的是灰暗的光。如果他是想佛、念佛，他的身上就会放佛光，而且佛光灿烂。我们是凡夫，我们烦恼的肉眼是看不见，因为也没有天眼、法眼、慧眼的啊。那如果是佛菩萨，没有不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看见的，乃至于灵界的鬼神也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人应该常存善念，最好能够常常的忆佛、念佛，让我们身上能够常放佛光，永远蒙受弥陀光明的摄取不舍。这样呢，我们说啊，要消灾免难，要增福延寿啊，要逢凶化吉啊，或者是临命终时能够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乃至欲知实质啊，顺利安然往生净土。这一些只要虔诚的专一的念佛，都能够达到。经典上就说，念佛人有四十里光明足身，也就是说，念佛的人他的身上都会放光，范围呢有四十里啊，四十里宽广啊，那么广大。又说，念佛人，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永护，不令冤家而得其便，现生常得安稳，临终任意往生啊。这经典上所讲的，论一个念佛人有四十里的光明啊。各位人有啊，四十里的光明大不大？大。不过呢，太小了，渺乎其小矣。为什么呢？我们念佛，我们念的是谁呀？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怎么样的一尊佛啊？他呢叫做无量佛。那无量释迦牟尼佛呢，就用两个来涵盖他的无量，因为无量很广很多，不可思议嘛，就用无量寿跟无量光。阿弥陀这一尊佛的光明啊，像《阿弥陀经》所说的，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阿弥陀的光明是遍满整个虚空法界，没有一个地方是阿弥陀佛的光明达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阿弥陀的光明的。所以阿弥陀的光明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世界，也在娑婆世界，也在我们圆光佛学院，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话呢，就跟阿弥陀佛的光明相通了。我们的心念很微小嘛，可是我们的微小的心念放在无量光的上面呢，我们的心念也随着延伸到无量的境界去，所以我们的心光也随着弥陀的无量光而无量无边无际，所以不只是四十里。那这样呢是几个里？多大？阿弥陀佛
他的光明有多大，有多远，我们的心光，我们的光也跟着有多大，有多远。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是一种因果感应，也是一种互动呼应啊。天上月亮永远不动，地面上只要有水就能够水月合一，不管你是大海的水、江河的水或脸盆的水或杯子上的水，也不管水是清清静静的还是污浊不堪的，你只要有水月亮就下去了。只是清净的话呢，当下看得到，那不清净的话呢，看不到。看不到不表示月亮不在里面，还是在里面的啊。那么这是一种譬喻啦，水好像开关啊，阿弥陀佛的光好像灯啊。那么开关轻松的一按，灯就会亮的。他不讲说你是谁才有资格去按，或谁才有力量去按，而且按的方式呢，必须讲究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感通这个灯亮。他不用，你按下去了就得了，好像这个电脑滑鼠，你按下去了啊，它就出现，萤幕就出现了，那个频道就出现了。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境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力量，他呢不讲条件的，无远弗届的，没有人不度的啊。那阿弥陀佛他如果像个网络啊，这个网络是遍满整个虚空法界的，那必须要密码才能进入这个网络。那阿弥陀佛的密码是什么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网络你输对了密码，就能够进入拥有它整个网络的世界。那密码不对的话，再怎么样都相隔的，不能进去的。那我们的进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无量光的世界，密码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只要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呢污秽的心啊，罪恶的心，轮回的身心，就进入了阿弥陀佛清净的佛心，清净的境界，无量的不再轮回的永恒存在的境界，而且安乐的自在无碍的境界。所以我们只要靠定阿弥陀佛，信受阿弥陀的救度，此后专一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呢就时刻的永远的进入阿弥陀佛的频道，进入阿弥陀佛的网络世界，跟阿弥陀佛结合成一体。我们有限的变光跟阿弥陀佛无量的变光就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柄的烦恼的黑暗就蒙受着阿弥陀佛光明的照耀，能够所谓明来暗去。这明来暗去就是指我们信受阿弥陀的救度，我们疑心的黑暗就消除了，肯定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善导大师一生活一道光明，可是我们念佛看不到光明，
因为善导大师他呢是神通的境界。印光大师赞叹善导大师说，善导大师是弥陀化身，有大智慧，有大神通。善导大师显现的神通在各个方面啊，当然佛教不强调神通，也不随便应用神通，同时呢也不随便谈感应。有一句话说，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啊。为什么呢？因为神通啊感应啊是供外道的，其他宗教也有，民间也有。如果佛教也强调，那这样呢恐怕人家不了解教理啊，而迷于神通感应，这样的话呢就会跟民间信仰一样，甚至呢信仰其他的宗教，乃至所谓着火入魔啊。学佛修行最重要的要今生解脱，要正正确确有政治正见，或者的话所谓一时着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时着魔啊！一时着魔，那何年何月何生何世才回归政治正见得到解脱呢？尤其是禅宗啊，或者是讲就这个教理的话呢，一切呢就不执着啊，回归空性，归无所得啊，要破我执、法执，要空三心，要泯四相，要不向外追求，要向内追求，所以不随便谈感应啊，或者是现神通。可是只有在这个教法被曲解了或误解了啊，那为了折服对方，为了引导对方，为了启发对方，有时候呢就不得不显一下神通。那善导大师他是一个借力精研的人，他不会随便显神通的，那他显神通一定有他的当下时空的背景，不得不然的啊。那么谈到念佛就有光明啊，念佛就有光明，这是很自然的。而且念佛有光明有什么重要呢？有什么需要呢？有什么特别呢？哎，我们都会利用时间啊来做一个说明。这个大家手上也有这一本《念佛放光》啊，《念佛放光》啊，第三页，第二，念一声佛，吐一道光。我们来念一遍。我曾经在美国弘法，法会结束后，有一位美国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学神通的人。他说他看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口中都会现一道光明出来，的人所现的光明很大，大到几乎能把整个地球都包起来。没诚心的人所现的光明就很微小，扑一下扑一下，微弱的光而已。学神通的美国人说，因为他看到如此圣境，
才来学佛的。法藏法师口述，按口称佛名佛光现，随心大小各不同，若能诚心常念佛，此界西方总相通。好，我们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